看看过来，吃早顿喽。Hello， 辛苦喽。他退钱给我了。啊，我落手了。哎呀，干这好干。干嘛退钱？都一样吗？就把手麻掉。对。OK， 走。对。小木屋。这一间大概可以睡八百个，八百个，八百个，快！这样用吗？对啊，刚刚有点起来了。可恶！不行，没有 NG 啊，没有，全部收入。哇塞！哇！帅！谢谢。你们用瓦斯啊，瓦斯可以用啊。哎呀，唔怕讲。永安两边有睡觉，在永安市场哦。哦，还有空的记得去吃。好吃两个字就想收业费啊！这里就是有屋檐的露营区。夏雨天这边蛮方便的，你不怕设备是防雨性的问题。然后车就停在对面上面。这是我们老板娘，漂亮的老板娘。你好，漂亮奶奶。嗨，我们是这间吗？嘿，对哦。那我车是可以的，我先停这边的吧。对，停这边。哎，专业生活哎，小朋友才用分灯啊，对，一定要自己生啊，对，烤肉就是要自己慢慢生才有感觉。烤肉还用分灯，小朋友啊，对不对？就是要这样，一点一滴自己慢慢叠起来，就是烧，对不对？就是要快啊，干嘛慢慢烧，时间就是金钱，没错没错，来烧起来，小朋友才跟你用纸慢慢烧。
样。这什么？是腌肉，阿美族的腌肉。我们的不太一样，还没烤哎。对不对？不太一样。生吃啊。我们的还是习惯这个，对不对？那个小米可以吃吗？可以啊，就是很久酿的味道。哇，很气头鬼哦。没有嚼劲那种的，没有太比较香了，还不错啊。你刚闻过那个吗？早安，小树煮的面。OK 吧，大叔。行，没问题。行吧。厨艺就靠他了。嗯，我们负责吃的。那出门只要带他就不会。这样。变水，变水。现在他可不可以吃了？嗯，好吃。好，行。Say hi。Hi。Hi。Hi。嗯。说嗨，不要笑那么假。要走了。一二三只。要什么吗？是他们的。给蜜桃。耶。到外后片卖完了，不好意思，要不要改别的呢？我跟着。我去呢。我去。我去。你的蒜味没有了。网络评价五颗星的古典咖啡。三只有点。不要了。阿金，阿金。你在那边？啊！你在笑？哈哈哈哈哈！我今天要赚你多少钱？再找我30就好了。你想说没有人喝咖啡，还带自己带秘鲁过来耶？我们没关系，我认识张哥。好，来。现在要去，你看后面那我们也没去过了，最传统的杯篮，我走快，要走很远，真的，真的，你看起来很喘哎，你感觉很喘哎，好，很远啊，慢慢走可以，慢慢走，慢慢走，因为我背两个就会比较喘，很喘。好了，那我大概知道意思了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。好，好汉坡，我还背着这个，不用的小孩，现在在这个地方休息一下，等一下继续往上。本来要去，然后指标带我们去河床，那我们只有看到河床。河床过后呢，就没东西了。下次找一个好天气。再来补画面啊，那我们就继续走了，雨越下越大了。